상처의 비밀. 啥？怎么最近被好多人夸奖，真的很害羞哎，又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。这个问题，有一个人可以给你很好的解答。我带你去深山找高人。Let's go。错。当别人夸奖你厉害时，老师你好厉害哦！哦，这位美女不只是厉害，而且呢，这种厉害还很低调，锋芒毕露，更棒。是神回复。当别人夸奖你有才时，老师你好有才哦！哦，你不但有才，而且呢颜值又高。哇，老师超会讲话的。对对。当别人夸奖你有智慧时，老师你好有智慧哦。你不只有智慧，而且呢，你讲的话让大家都好高兴，这样句句得体耶。我做的真的是偶像呢。高智商反夸奖的最高境界。老师，我刚来到你们卓野小屋，我觉得卓野小屋好漂亮哦。哦，卓野小屋真的很漂亮，但是还有一个地方也很棒，就是藤桥三合院。哦，藤桥三合院不只是漂亮，而且呢，内容文化就是他们的老屋去把它建立起来，所以更有这个文化历史。而且呢，有一个女主人超级会做活动，连我都很钦佩。哇，是老师，感谢。我是宝宝，我是小姑。我是卓野，我们在卓野小屋，也是城隍城的秘密。